哦，就西瓜挺好。吃不哎，了啊。吃不了，明天再吃呗。儿子，儿子，过来快吃西瓜，吃完西瓜好早点睡觉。穿上裤啊！啊，你裤穿上。头发干了吗？洗完澡。嗯，我干了。哎，这西瓜还行，吃去吧。宝宝，吃完西瓜早点睡觉好不好？玩一会。还得玩一会儿啊。快吃吧，今天这西瓜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。嗯，吃吧。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？你看你这眼睛，这还一个手搁这转，一个在那拿刷子刷。啊，儿帮我刷核桃。长大了，知道帮他爸干活了。西瓜吃完了？吃还剩一块儿了。不吃了。啊。这几点了？这孩子还让早点睡觉，得不容易睡。看他这头七样，嗯？看他这头七样，眼都没有神了，还搁那地方不睡觉。还刷呀？不睡觉啊？不睡啊？还得刷呀？我看你刷的好不好，看看。你就闹鬼出，爸爸给你个笑脸，你就闹鬼出啊！咋了？你天天帮爸爸干活，他们怎么？怎么打喷嚏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挺会的啊！孩子不听话啊，这样不好啊！打球。我给他弄那个，今天晚上让他上沙发睡去，去，给整沙发待着去。睡。你给人说好不好，哥哥？你说呢？那你知道不好说，你咋也走啊？去，给他弄沙发上待着。快走。好了，别刷了，去，赶紧走，上沙发待着睡去，是吧？上沙发睡行不行？不行。那你上哪睡？你沙发睡啥？那个，你今晚搁这屋睡呀、啊？搁大床上睡呀、啊？啊？那爸爸给我上小床上去。那不过去。怎么？坐着。坐着干嘛？我困了，我得睡觉。躺着。我得睡觉。我在这躺着。我得睡觉。我在这躺着。那你在这睡，爸爸上。那叫妈妈过去睡。我妈妈过去睡，快躺着。我嫌我挤得慌。我不想挤得慌。你躺着吧，爸爸。那爸躺啊，好，爸躺。我这咱俩给妈妈呢，赶着屋睡好不好？啊？好不好？啊，你告诉你叫你让妈妈你去上那屋睡吧。啊，大点声说。上那屋睡去吧。哈哈哈。走。